嗨，各位早安，感谢支持奇哥、强匪、其他这一家的观众朋友。今天2019年11月30号，今天星期六，天气阴，台北港舒适，吹着风。哦，给各位看看海。哦，今天海上的船只比较少。哦，一般船只都会停泊在那边，停进来据说是要停船费用的，所以很多船都停在外围。好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哈，其实来这边也可以看日出啊。哦啊，对面那边就是888提防哦，目前已经改建的非常的棒了。那我望远给各位看一下。哦，这是另外一个提防，未来会不会开放呢？那就让我们敬请期待。好，那我们再退回来。好。哦，那今天星期六，还是很多观众朋友会上班，那还是请各位多多加油，多多努力咯，期待我们后续钓鱼的影片咯，加油。